bunch 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呢，只有一个母音 u， 我们念成 r 的音，整个字我们就念成 bunch。Bunch， 那 bunch 呢？它是一个可数名词，我们中文翻成一束或者是一捆。来，我们看英文解释 ：things 啊，是东西，什么东西呢 ？Of the same group， 好、啊，是属于同一种族群的，同一种种类的。That are held， 好、啊，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，对不对 ？That are held， 它是被怎么样呢？被握住、握在一起的，或者是 grown together， 被一起种出来的，那我们就叫做 a bunch of something。OK， 那我们直接看例句。Did you see the bunch of keys on the table? Asked Mrs. Anderson. 你有看见了吗？看见什么呢 ？The bunch of 那一捆，那一捆什么东西呢？那一串钥匙，那一捆钥匙，在桌上的那一捆钥匙。好，谁这么问呢 ？Miss Anderson， 好，这是安德森女士这么问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串钥匙呢 ？The bunch of keys。好，所以这个字呢，我们念成 bunch， 一束或者是一捆。